把它装出去，装出拳头以后，把这个哈、哦、套开以后，把它钻进去，然后把它钻开，钻开以后，把这只手伸进去以后，把它打均匀以后啊哈、哦，这样子就像穿衣服一样，这样子把它套进去，套进去以后哈、哦，然后这样子钻开以后，哦，这这。嗯，对，然后再帮它取下来。那、啊、中间还可以拿一个胸针来配哦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把这个的话，就像平常一样当围脖，然后这样子肉，然后装饰一下也很好看，然后加外套，然后装饰这只脚嘛，把这个弄在上面，然后这样子弄的，这样子也可以把它弄上去，这样都可以，很简单。然后你再帮它取下来后，可以绕一个圈，然后把它当围脖。当围脖以后，可以把这个舒展开以后，然后这样子。后面可以稍微去发弄一下，这样都可以啊。嗯，你可以把这个哈、哦、弄下来，把这个弄下来，帽子是吧？对，就变一体的。对，然后可以当帽子，然后可以把它取下来以后，然后嗯，下来以后，然后把它粘上，这样子，粘开以后，这样子，嗯，然后绕这个结，然后顺着它的纹理，然后绕一个圈圈，打一个结。哦，是。啊，然后就把它取下来，取下来以后，然后这边可以帮它翻上，这样子也可以。然后可以沿着这个边，然后翻下，然后把这个边抓起来，沿着这个纹理，然后这样子打一个结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边你可以进来，这样子。哇，是。然后你到后面的话是这样子。然后再把它翻开以后嘛，然后天气比较冷的时候，耳朵会比较。前面就有个纹理出来，然后就是这样子的，对。然后这样它比较薄了，耳朵不会怕冷嘛。然后把这个东西帽子，不喜欢帽子，它可以把帽子取下来，这边也可以配一条链子都可以。帽子它后面有个帽子的形状，然后很简单，这样子也可以。然后再帮它取下来以后啊，哈，然后这样很随性的，这样都可以。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鞋，把这个打过去，这样子也可以啊，都很简单的，不用什么肩肉。然后你可以把它弄成裙子以后啊，就是把这手伸出来哈，把这个张开以后放下来。嗯，然后上面是纯叠感哦，你可以看，可以是要露鞋的啊，或者这样子，也可以露胸的，这样也可以。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取下来以后嘛，把这个地方，这边嘛可以露个裙子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可以拿一件。嗯，我 N 种做法。那这种衣服会丢下来？丢下来不会，你只要找个边抓紧了，都会丢下来。然后把这个地方哈，这样子就有一个迷你裙是吧？对，这样可以打一条结，然后搭一条外裤，这样可以打一条打底裤啊，都可以。嗯，对，很简单，就这样子。OK 的。然后把它弄回来，然后有时候可以弄好了哈，可以这样子弄，这样也很好看的。是。然后再把它弄出来。OK， 围巾来一个 Andy。